五双珠更像是一种诅咒，把你们两个连在一起，需要找到能解除诅咒的法器。什么五双五对，五双根，我一定要甩！五年一度的三育大比要开始了，也许就有能解除五双珠连接的神器。要是自己以后真的有了喜欢的女人，必须解除诅咒！